OK， 大家看这边啊，这个是 deposit 对不对？这个是 cash and bank balance。你们有注意到我一直在算这个东西吗？你们懂为什么吗？因为我要 play safe for 这种的 situation。因为现在的情况会比较危险，大家了解吗？所以我一定要算，然后我一定要看这个公司的背景哦，基本上有没有储备金，就是钱，它没有存在里面。如果没有储备金 ，market it collapse 完蛋，不能失败啊！它没有人跟他买东西吗？ OK， 所以你看啊，如果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OK， 我就拿这个 deposit 是 186 ，OK， 我要加3 OK， 我来看一下它有没有剩多少在 market， 就剩654 ，OK， 基本上。 它这一只股票，它的 cash 哦，只有8毛3分，很低。大家了解吗？所以很多人哦，讲到 IOI Corporation， 不会啊，很多人去买，对不对？嗯 ，analyze 你看，不要乱来啊 ，analyze， 不要为了人家在后面 speculate， 叫你去买，你去买，你会被套在里面，明白吗？我是救你们的，你明白我在讲什么 ？OK 啊，好，来在这里，我们再来看。 ROE 12.52 有没有超过15？已经不大 qualify 了 ，PE 9.8 OK， 还算便宜。然后 EPS 48.96 not bad， 有赚钱。VDS 9.6块，它值 9.6 OK， 你 number two 5块 ，number three 8.98 price 10.98 也是 not bad， 算出来。基本上要投资的话，你要 hold， 因为它在亏钱。 明白，他亏钱，他要时间 recover 嘛，对不对？等他时间 recover 的时候，他才会把它推回上去。所以 你要等到下一个 quarter report 出来，现在11月嘛，你要等到12月，12月的 quarter report 出来 ，annual report 出来，他才能够把它再去推上去。嗯，所以如果你们在现在有进到的啦，哈，你们要注意哦，这个东西。Dividend 4.21， 哈 ，compare 跟刚才 Amprop 3.多%，这个4点多。如果你要买 dividend 的话，你买这个。 啊，会比较理想，还会给你利润会比较高。给大家也是用 SIVA 算出来，所以你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如果今天你要的是利润，你就投资在 IY Corporation， 因为你可以 hold 吗？你要的是利润。如果今天你要的是 long term， 让它涨多多的，就是 Apple。那如果你今天要 short term 赚一点钱的话，就是 SP， 死掉，现在懂了 ？OK， 再来看 ，Total debt to equity 120.70， 欠的钱蛮多一下。 也不是很少，但不用紧啊，它地很多啊，卖到完还可以还清债务了。OK， 好，来到这里，另外一个 plantation 就是刚才跟你们提到的 Bostik plantation。OK， Bostik plantation 基本上它是一个 largest oil palm tissue cultural labs 哦，它已经做出来跟这个所谓的KLK 啊。OK， 这个就是这个 Kuala Lumpur Kepong 它。然后啊，这个股票啊，它会比较慢，比较 slow。OK， 可是它涨的话，它会很快。 上去，嗯，然后我们来看 ，ROE 19.86 了 ，PE 19.95， 差不多14.95， 有点贵了。VDS 11块 ，price 1.51 ，SIRY 还有 10%，OK， 所以这一支它是被买的 Vanga Double and Double Contra，等一下我给你们讲是什么东西，我们先来看它的 report，OK， 这个是它的 report。 你可以从那个所谓菩萨山波罗波那边拿下来，我只给你看两个东西就好。OK， 这个是有一点深哎，等一下。OK，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他有的地，你们看到吗？刚才的时候在这边各一条线，关单的 Airport 那一边就是 IY 嘛，这边上面你看到吗？它烧了吗？这是他的地了，所以你看到本尼苏拉 Legend Malaysia 这边它烧了吗？沙巴不是有很多盖？ 我们看到 IY 它也是有，然后这边沙拉 IY 只有一个，你看它这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它这只股票没有人发现，很少人买，很少，因为人家不能顶，买了看到它跌的时候别动，所以就不买，我没有管，我买我后我再买再后，因为我看得起它，这只股票有潜质。OK， 再来看 37 Beach， 一下子啊。 大家看一下
他的 net asset per share 是多少钱？11块钱，不是我说的，他算出来给你们了，他已经直接算出来给你们。Audit at 31st December 2013年 11，我算一半就好了，5块钱，现在快多，700%，计算。OK， 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刚才我们算出来的 for Bostik Plantation， 然后它是 back by 这个所谓的 Lembaga Angkatan Tentera， 是很凶的，在回去了啊，可以你们自己上到我的 site 去看的啊。好，现在跟你们讲啊，避险风港，有谁很怕的？现在投资股票很怕的 ，OK， 介绍了这三只股票过了 ，OK， 第一只股票是什么？三代，三代我也不多说，你们知道了，去新加坡有去过的都知道三代 ，OK， 然后来这里我们要看一下它的 report， 三代的 report 是怎么讲 ？OK， 这个是三代的 report。OK， 这边、哦、你可以看到、哦、基本上 Assets Under Management、哦、从2004年到2013年都是在涨，有吗？然后过后它的 Income Available for Distribution 2005年都是涨，开始跌、啊、为什么会跌？因为基本上它的那个 Occupancy Rate 有稍微有 Adjust 了一点点，没有到 100%， 以前它有 100%， 今年 Report 出来没有 OK。然后呢，这个三代哦，它的做法跟别人不一样，你们要记得，三代 REITs 啊，他们走的是那个所谓的 retail business。然后等一下我会介绍你们多另外两个 REITs 啊，是 for residential， 还有就是 for commercial， OK， 不同的。所以你们要懂你们要投资的是什么，所以不用去买房地产，你买这个就是一样，你已经拥有房地产。OK， 这个是它的所谓的 income growth。来，我们来看另外，可以懂啊？答案一下啊。OK， 这个是 Suntec City， 它有 office 跟 retail。它的 office 从2012年到2003年，你可以自己看， 100% 掉到 99.4、99.7， 再掉回 99.2， 看到吗？所以它那边会有一些 adjustment。然后它有 partner office 跟 retail， One Raffles Quay 啊，很多啊，这些。OK， 等我们来看，最重要它有租出去多少个 percent， 这个我们要看多少 square feet 是租出去的。它总共有 3.5 个 million 的 square feet， 3.5 个 million 的 square feet， office 是 2.4， retail 是 1.1， OK， number of tenant actual 760， 366， 394，大家看到，所以这个就是你要知道的，它有全部租出去吗？以这样子来看哦，他没有全部租金，就把90多个%卖，把数十留 OK 了。然后我们要看他这个公司给多少 dividend 呢？因为我们买 REITs 的股票就是 expect 他给我们 dividend 的嘛。然后 dividend 是一年给到4次，每3个月给一次。所以很多人、哦、基本上退休的人士、哦、都是买 REITs 买所谓的 for retirement。Total debt to equity 欠55个%卖。我们都知道 property 是很贵， especially Singapore， 现在最便宜的 property 都要1 million 了，所以它只能够欠55%啊， it means 450,000 let's say 1 million 哦，一个百万啊，427它已经还清，所以是不错，收到的 rental 就是很多，是我们自己可以用 ，OK， 7.05 ROE 没有这么理想 ，OK 会比较低一点，然后 PE 12.10 ，BBDS 1 2.13，2.13块新币 ，BBDS 2 market 认为1.78块。Number 3 2.19，价钱 price 是1.8， dividend 4.2， 你们记得 dividend 是 4.2， 等一下我给你们一个表高一点 OK， 这个是 for retail， OK for retail， OK， 好，这里讲 Tony 啊，我对 office 跟 retail 没有兴趣，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 commercial building， OK commercial building 我介绍 SPH Bricks， 大家懂 SPH 吗？ Singapore Press Holding 报纸懂吗？ Straight Time 啊，它的这个 SPH REITs 是一个 Singapore based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established principle to inves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 a portfolio of income producing real estate， 然后它 listed in SGX 在24号7月2013年刚刚完了。然后你来看这个是它两栋它的 building， 一个是 Paragon， 大家懂 Paragon 吗？你还是喜欢 shopping 吗？别去 Paragon 都是很贵的、哦、啊，就是 Paragon 是它的 OK， 然后就是 Clementi Mall 也是它的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他的 report， 来了解一下这个公司基本上可以不可以投资。
OK， 大家看一下 occupancy rate， 100%， 全部租出去啊！你讲他赚钱不赚钱啊 ？OK，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他的 share price volume， 从第一天他上市到今天，他的股价从9.8跌了一点，过后涨再跌，再涨，这种还 OK 吗？对不对？这叫做 growth stock 哎，蛮 stable 的，我可以 grow 再加上哪里的，而乐于不为的，对不对？可以投资了，这是可以 consider， 真的可以 consider， 真的可以 consider。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83，我找到这只股票的时候，我自己都要笑出来，有这样好吗？我自己都不相信，过后再读下去，哇，真的这样好哎， 100% show off， 哇，它 red 出去它的那个 tenant 不够力。OK， 来看一下它这一个 S。Net asset per share 是多少钱？基本上他已经算给你了，就是说9.3，它是值9.3 ，OK。然后呢，它的 earning per share 是9.09 ，OK。然后我们就要看它的全部的 information。这个我已经帮你们 analyze 了 ，OK。我们是用 SRMVDS 方法 analyze 的 ，OK。同样的 ，total debt to equity 36.2，刚才3.55觉得很高啊，这个36更便宜，欠很少，很有钱啊，这个人还清了。OK， ROE 8.57也不是很好、啊。基本上我跟你讲啊，通常啊，在这种 REITs 啊，新加坡的它的 ROE 会稍微比较低一点，你们懂为什么吗？因为它的 property management 哦，的人很 stress 啊 ，resign 哦很快的，进出很快，做了几个月就 resign 了，它的 property manager 因为很压抑，你 tension。他一个动魄啊，叫你去补，哎，你的人手不够，那边又要补，那个又要补，你要找 contractor 很 urgent， 而且什么东西都 urgent， 连做不来又 complain， 新加坡很喜欢 complain 的嘛，啊，所以就 stress 就换工了，然后 ROE 就跌了，因为真正会 manage 的人不多 ，because ROE 是拿来 measure 他的 management team 嘛，对不对？所以 management team 稍微就比较没有这么好了，啊 ，OK， never mind， 我们看可以换，没有人高薪再聘请新人进来啊，新加坡很厉害是什么嘛，啊，所以我们就去那边。找多一点的去 interview 了啊、哦，去做 property management， 因为他们需要你们，可以承受压力的就可以去做了。OK，PE 11.77%， EPS 9.09， VDS number one 9.4， number two market 觉得它值1.04， VDS number three 0.93， OK， so price 1.07，稍微有一点。不要期望他卖你很便宜，因为他的 occupancy 是 100% all the world。 OK， Paragon 勒 Object 勒，还有 Clementine Mall 勒，哇，连登上面最值钱。 Dividend 5.65， 刚才 4% 现在 5.6， 哇，东尼我看到有点希望了，不要高一点对不对？再给你更好的有没有？ OK， 这个是 5.6 啊，用 SIVDS 算出来，我们来看更好的 ESCO。Okay，Escos Residence 哦，基本上刚才你们看到第一个三代是focus on retail， 第二个是 focus on commercial， 现在第三个是 focus on residential， 包括 hotel， OK， 它是一个新加坡的 company， 它是做 real estate related asset where we use for service residential or rental housing property in Asia Pacific region， 它有2300个 service resident unit， 14个 property， located Singapore China。Indonesia, Japan, Philippines, Vietnam， 很多，这个就是它的图，看一下，吓死人。China, Japan, Philippines, Vietnam, Australia, Singapore, Indonesia, Germany, Spain, France, United Kingdom， 就是什么非洲，全部有。看过不地，恐怖吗？你懂它 station 在哪里吗？新加坡吧，它可以买到处去买过不地。嚯、哦，我不懂它怎么做。OK， 这个是它 set up 的一个 system。这个你们要投资 REITs， 你们一定要了解的。REITs 它是这样子，它不是说钱马上给你的，它的钱基本上有一个所谓的 trust fund 在这里，所以它这个所谓有分成 trustee， 有 manager 跟 trust， 一个 trustee set up 了过后，钱就进去这一边，过就是进去 trustee 过后，过 trustee 再还回给 escrow 才给 manager 才给公司才还回给你们 as dividend， 所以你们要了解，所以是快 safe 嘛，因为他们怕嘛，因为 property 是一定要有人去管的嘛。不给别人管的，全部是由他的老板管，那钱管你吃到完也不是完蛋，所以一定要 set up 一个 trustee 嘛 ，OK？ 好，来到这里，这一个、哦、你们看不到，读给你们听啊。沈阳，大家懂沈阳吗？中国沈阳的 building 是他的
这一个它的整体组合也凸出来 Singapore 它的美元漂亮吗？这一个 Perth Australia 它的 OK 再看这一个是哪里广州中国七个 properties 1,259 units 1,259 units 它的17个 properties 在哪里 Paris 有去 Paris 去租它的啊，再去看一下啊，1,671 unit。接下来就是哪里 ？Berlin, Germany， 三个 property 430个 unit。再来 ，Jakarta， 两个 property 401个 unit。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当然，我们还要看一下他这个公司有没有 rule， 看一下 report 先。OK， 这个是 Escort 的 report， 你可以上去 SGX 那边 download。SGX.com So 我们来看第五个它的 milestone 是讲的怎么变到这样子等一下它从2006年开始2006年开始它一开始的时候在 Tokyo, Japan 去了 Japan 过后它就去这个地方也是 Tokyo Tokyo 有过去 Somerset Somerset 在你看这个地方啊 Hanoi Hanoi 是缅甸啊你们去到 Hanoi 懂哦然后有来过这个地方这个是北京北京有再去 Tokyo 去了 Tokyo 他、啊、再来这个地方广州然后上海全部都有他的 property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公司基本上有没有赚钱最重要看一下2009年 gross revenue 175涨到207涨到288涨到303涨到316都在涨所以再看谁 rent 他的房子比较多我们一定要知道吗我们是投资的哦我们是 investor 哦 OK 基本上哦 by market segment Asia Pacific portfolio 他的 leisure 占以 14% corporate travel 的人 rent 他的这个所谓的 building 有 86%OK， 这个是在哪里？这个在 Asia Pacific。然后你要看在 Europe 那边 ，Europe 是多少个啊？谁会 rent？ Leisure 是 58， 真正 corporate 的人 rent 是42%。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一边，大家看一下，有跟他住超过12个月的哦，对 ，24% 就是一年。我跟你住超过一年，有24%，你说赚不赚钱 ？OK， 好，讲到这里，我们就要看他的 summary。OK， total debt to equity 93% 啊，不要期望太高啊，因为它有很多 property， 所以欠很多钱。OK， 然后 ROE 13.9， 好过刚才两个一点点的、啊。OK， 然后再来看 PE 10.10 ，EPS 12块，三毛七 ，UDS number one 1.18 ，number two market 认为它值1.3 ，number three 1.48，价钱1.28。我注重的不是这个，我要的是这个。对。6.1% almost every year then 每三个月给你一次你如果放1 million 的话60千你出12个月你不用做工 OK 就是这样子大家了解吗我们用 SIVTS 来算出来的当然这个阿里巴巴大家都懂有听过了、哦、我就尽快的带过就好了、哦、所以我本来是想要秀你们我看到你们好像有点累了所以我就没有开那个 website 啊 OK 我就快快的带过就好 OK 阿里巴巴的股票基本上、哦、我们从这个多多点来看它确实 1.5% ROI2 我算出来是 24% 它有机会 grow 我常常一直跟人家讲它的 future EPS grow potential 为什么你们自己去 website 看它每一年它要 grow 100% of 它的 customer base 你说它赚不赚钱 OK 然后 ROE 66.98% PE forecast 4.14 很便宜了是 BBTS number one 16块，两毛八 ；number two 94块 ；number three 10块，现在卖110多块。那你讲 Tony 啊 ，BBTS 才算16块，我叫我买会不会有一点吃亏？这种是 我们叫什么 ？New Evolution 的股票就是 Technology Stock。Technology Stock、哦、你要看哦，不只是看它的 Asset， 你要看它的 Customer， 它的 Future Customer。现在你要注意，很多人都在做这种平台的东西，在做平台的东西来卖东西的，你要注意看他的 customer base 有没有涨。他如果没有办法涨 customer base 的话，你亏多少？大家了解吗？这个是用来 assess 他值多少钱，他
的 customer。看一看，看你们看，看到这样，给我看你们看，看给你们看。我看你们很累了，我就不要看了。你可以吧，可以吧，你懂吗？可以啊，可以啊，我看你们很累了。OK， active buyer。这个是他的阿里巴巴的 website 哦，你只要去那个 www.alibaba.com 你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东西了。看了过后，哎呦，怎么一直在录，打出来了。OK， 大家看到吗 ？Active buyer 123起到172起到25，过后 total revenue 他赚的从20起到34起到52，这不是重点，重点在这个 non GAAP net income。我 assess 他 based on 他的 net income of 他的 active customer 会有多少个？他讲，看到吗？从2012年 6.5 涨到这个是 billion 哦，人民币，从 6.5 涨到13是 double， 从13涨到27是 double， 他 expect 这边到这边是 double， 你们继续想的。我不懂他讲早，我真的很厉害，就是这样子对啊，就是他这个是他的 assess 的一个方法，你没有办法用那个所谓的 net asset value 什么鬼去算它，什么 VDS 算它，算不了，因为它是一个平台来的，它这个平台它是有一个无限的可能，它会涨，可是要注意，因为它是 technology 股啊，它有好，它也是有坏，它跌的时候也不会太慢，所以要懂得什么时候要跑，可以吗？可以，我已经把话讲在前面了啊，你们回去自己去看啊 ，OK， 这个是阿里巴巴。接下来就是迪士尼了，迪士尼我刚刚看 report 了，大概带过去，有些人听过了，所以你们真的想看 report 的话跟我讲，我送你那个 report。 所以迪士尼我已经 access 过了，你们都懂，每个小孩子都喜欢迪士尼嘛， Mickey Mouse 啊，对不对？所以他有卖很多东西，有包括 media 啦， park 啦，你说 entertainment customer 过的 total 量比规定 0.28， OK， 没有欠钱了啦，没有欠了啊。 ROE 16.61， PE 21.61， EPS 4.16， VDS 28.5， VDS 81.1， 37.9，现在已经89块多 ，ROISRA number one 算出来 4.65%， 就说没有什么可以涨，所以这个是等它 crash， market crash 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去找 Mickey Mouse， 就是 Disneyland， 因为它 crash 的时候它很便宜，你一定要去抢它的股票，明白吗？因为它在 crash 的时候才会跌的，因为这只股票太好了，它不会乱乱跌的，所以它 crash 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想，你把全部当进去了，等它涨的时候就不行。哎，这个是 Disneyland，All right。然后接下来 Google 可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了哦。OK， Google 基本上都在比规定 0.03， 有什么欠钱了？ ROISRA number one 3.2%， ROE 15， OK， 包括28有点贵， EPS 19.37， VDS 1.38， number two 450， number three 200多，现在500多。So Google 这个股票我告诉你们，你们买的话它是一个 trend long term， but you must be very careful。现在 technology 有很多厉害的人，看到 Jack Ma 的阿里巴巴 website 有多多功能，说迟一点 Google 可能我不懂它会不会被打入掉，所以你们要买的话 long term 的话，你们要 make sure 你们算好。如果给我的选择的话，你要选择 technology 股来买的话，我会买阿里巴巴，也是要买 Google， 大家了解吗？啊，因为它会比这个来的比较好，它的增长空间还有 OK。好，讲到这里就是 SIMVDS 的 method 算出来，到最后跟大家讲一下心理周期，大家都了解，当我们走去 market 的时候要看十个人，如果问十个人今天股票可不可以买，八个人跟你讲现在不可以买你就要买，如果八个人跟你讲都可以买你就不要买啊，这个就是心理周期，当然我们也是有方法去算它的 OK， 有上过课的人都了解。在这里就跟大家讲一下，基本上我们有一个股票高级班的八度，刚才你们看到是八度，我们是 assess 它的 trend， 八度刚才我讲 assess 股票对不对，那个是basic one，我们看那个所谓的还有算的很多东西 OK， 要懂怎么算，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八度会讲到，我们还教你懂得市场，所以市场的玩家如何从中找到赚钱的机会， 3MSB 做 speculation 会教你，然后在每个股票的投资之前需要了解的就是基本面 fundamental， 包括新一代基本面，这是我演创出来放出来的 SRA 也是全部都会讲， market 没有的，只有我们有的，因为这是我创办出来的 OK， 然后图表形态交易者指标来看，来让你知道 indicator 最少几个会交，最少是五个 minimum。然后我们来看 simple reliable analysis 十年的经验哦，我把它卖了，就这个。你懒惰去看 cash flow， 懒惰去看什么，什么都懒惰，不要读一读了啊！你用这个 method 去 assess 就可以了，慢稳的。但你要找到有 SIA 符合它的是不容易，啊，有符合它不容易。然后算的时候做多一点功课，不要只做一个，做多一点啊，自己做自己去 check 够几个，你
一定有问题了。因为然后就是 VDS 啊 ，Vertical Trading System， 刚才教过你们的股票投资双赢法，不管在什么趋势都可以赚钱，也会教你们。还有图表来评估心理周期法，就是那个market的心理周期，现在是可以投资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 ？OK， 好，真正的三维就是这个所谓的啊 VDS 1 2 3会教你免费终身复习，什么意思？今天你来的第一次你学的不会，第二次你要再回来需要还钱吗？不需要的。第三次回来需要还钱吗？也不需要的，你可以回来复习，明白吗？可以一直复习到你会为止。所以当然你有问题，如果我们还有很多余的时间，我很乐意的再跟你分享。如果你是还可以懂的话，因为通常我从前面讲到后面我全部都懂了，对的。因为八卦跟八度，你要带你的 laptop 来的，大家了解吗？然后我会直接从你们的那个所谓的 laptop 拿那个 report 下来，直接教你们。我们 practical 是 60%，40% 只是 theory 嘛。我讲 theory 了，就 practical 你去算 ，theory practical 你去算 ，OK。好，如果总共加到完的话，从八万到八度的话，该如果你忘记，你看一下，总共是15个点。所以在我们这个股票高级班会教到你的是15样东西而已 ，OK， 15样东西 ，OK， 这个你们可以看。然后是免费终身复习。再来看，在这个所谓的八万跟八度的时候，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股票，乖乖，你觉得是你心里喜欢的，然后你不懂怎样 access 你带过来，我们可以直接跟你分享怎么 access， 直接 access 的过你可以 present， 每个人都可以去 ，OK。好，来到这里，人数有限，接下来的是30号，对吗？啊，30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时间我们还在定住，我八度，啊，这个你帮我问瑞文啊，你帮我问他们 ，OK？ 啊，这个是我一些有做过的一些啊，声明呢，这个是在新加坡的 ，OK？ 然后这个是在缅甸，缅甸我也是去教过了，很辛苦了，因为他们不了解华语，也不了解英文，很喘，还请喘斯蒂芬来讲 ，OK？ 好，我们来看这个基本上是新加坡，这个刚好跟你讲的。